游的串联应该怎么做？我们起点就从后里车站开始，步行或者搭乘接驳车都可以前进花博园区。早上九点钟，花博一开门，南来北往旅客参观吃美食，让你走到腿酸。玩累了想换个心情，大约下午一点钟就要出发前往海港奥莱。怎么搭最方便？其中一个选择，先到台中车站。台中火车站出站之后，我们直接往一楼走，你就会发现一楼公车停等区里头呢，就有这两个309跟310路线可以前进海线。双节公车载客串联山海线，搭乘约50分钟的车程到台中港旅客服务中心逛街，外加来点下午茶。台中三峡奥莱是唯一可以看海、逛街同时进行的地方，而在下午4:30驱车前往高美湿地，刚好迎接美丽夕阳。被国际认可的台湾独有美景高美湿地，山海景点整天攻略大同整，起个大早赶9点进花博，两个园区逛完1点前往三景，4:30离开往高美湿地，不论开车或搭车都能山海线一次满足。三立新闻王举朱淑君台中报道。